一个希望，儿子是他心中的太阳。轮椅上的妈妈在莫那祖国坚强，依然把幸福酿造，依然把希望拥抱。哦妈妈，妈妈给我一个月亮，我给妈妈一个太阳。妈妈有一个愿望，希望把那是她的向往。轮椅上的妈妈从北京到西双版纳，无论是千里万里，无论是海角天涯，哦哦哦妈妈。妈妈的愿望是前进的方向。